主題係全力以赴共創佳績，為應音樂系暑假嘅同愛同在。今年國慶適逢杭州亞運會進行得如火如荼，希望紅色閃爍嘅煙花，如意運動員為目標努力，同時閃閃發光，以金銀橙三色嘅煙花就好似金銀銅獎牌一樣，鼓勵運動健兒力爭佳績，為國為港爭光。